今天我是来嘉义市议会，嘉义市议会10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今仔日开幕，由新任市长萧淑丽开议。嘉义市长涂新泰率领官员列席，表示建设一个予市民信任、幸福的新嘉义。在副会和海市议会监督之下，嘉义会报告新科议员也展开监督市政第二会的职权。嘉义市议会10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今仔日开幕，由新任市长萧淑丽开议。伫开议进程，新科技员曾宏安、陈祖文、黄英智、郭文基、苏德芳、郑光宏全部拢列席，展开议会职责。议长萧淑丽协同副议长郭明斌，以及向议员甲列席的嘉义市局处主管握手致意，由议长宣布开议。临时会主要讨论议题，针对嘉义市最近重大议题，甲市民相关涉案急迫性的议题，交由议会讨论。除了通过议会本身的一些内规以外呢，我们也针对目前我们民众所关心的一些议题，包括食安的问题，包括幼儿津贴，那么还有 BRT 公投法等等重大议题呢，来与市府做讨论。那么我们也希望说，透过府会之间理性的沟通，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是出一个最有利于市政发展以及我们市民福祉的这个结果。嘉义市长涂新泰率领所有局处所长表达敬意，准备接受嘉义市议会监督，希望府会在非常和谐、在嘉义市议会监督之下，建设一个信任、幸福的新嘉义。以精神来建设一个我们信任、幸福的新嘉义，所以有非常多的政见，我们会在这里跟他们报告。那他们对一些有疑虑的，也会给我们咨询。那我们今天回去就会把我们最近新增加的预算，因为这个临时会，主要是要讨论一些他们组成的问题。那到二月开始就要开始讨论预算的问题，所以这中间有一些预算相关的一些新的政见，我们叫做说提也好，或者我们叫说明，我们会整理好啊送到议会来。那我希望说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嘉义市议会今年有新的议长、副议长之外，议员的问政也趋向于党团运作。嘉义市台联党团在新科议员加入之下有五人。台联，我即卖党团拢总五个，由我这个台联吼做总召，有蔡英峰议员是阿过来，李宗立。庄宏安议员、陈志文议员，阮五个组成一个党团，安尼，阮伫议会伫严格监督市政，也会能够发挥党团。台联党团成立之后，伫嘉义市议会有民进党、国民党、无党籍党团，以党团运作发挥团体监督力量。新闻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